说4月15号，云南昆明的赵先生用白菜叶制作出了蒙古舞动画。这个动画里啊，白菜小人跳着优美的蒙古舞，非常逼真。咱们来看看。喜欢蒙古舞吗？应用了自己所学的这个动画知识，一帧一帧的摆出舞姿的造型，最后合成动画，感觉不是太满意。像像素啊，什么清晰度这些，感觉还是不是达到最优。但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啊！赵先生说了，自己大学期间就是在内蒙古上的，所以特别喜欢蒙古舞。看到风吹叶子，哎，灵感就来了，就特别想用这个菜叶演绎一下蒙古舞。刚刚我们看这个视频呢，只有短短的十几秒，但是呢，至少需要几百张照片来完成。这种创意动画真的让人是赏心悦目。